迄阵海景有真多，拜拜的气氛又是真多。但是，即咱的青年人今年选择个，去年以前五六年，咱选择山顶，家己的山顶，今年咱选择海边。我想伫因，大个人半是拢咧无用课业，还是一寡大学生伫其他个城市伫咧读大学。即几工因拢转来带伫教会，所以即几暝因拢规工操操啊，为着要出去传福音、做见证、做服务，因真正是用心啊，伫遮咧准备，而且是哥哥姐姐伫咧带领弟弟妹妹，啊，这是字字金句，真水。所以我真正请大家，即个兄弟，咱个同学，咱就对身体感觉好感，真正感觉好啊。我即个我来请咱来做一个介绍吼，来咱个少年团结，少年团结会长少年的呢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第一个是真正成功个。紧张，啊！佮讲这台语敢笑话，若讲了无好，就笑笑就好。我先来介绍阮个队伍，第一个杰涵，第二是叶文，文婷，杰颖，李品，子涵，玉山，嘉颖，新远。感恩彼此，李轩、李德、洪伟、永成、赵阳、盛玉，还有玉伟、子玉、世杰、国宝、思华。玉林嘉涵，我是赵勇。我今仔要去甲带一礼拜的夏令营，这个夏令营不是甲夏令营尔，我们伫遐学了上帝，搁敬拜，伫遐学习，我搁要伫遐互相斗三工，伫遐互相斗三工，我嘛需要气力。我想要请大家。帮阮代祷，不管是身体还是天气，拢会当上好，伫遐服侍。谢谢。好嘅，真感谢。伫这个家有迄个仁爱教会的青年，教会执事是无？不是，安我无事咧叫你。那加一个手嘞，好不？忍耐，忍耐，也可爱的夫人，即摆巴肚内已经有 baby 啊，吼！我要祝福所有这青年人，伫三十岁以前就拢爱结婚了，好势了。哈哈哈！哈，唔当大家老婆讲，我发觉吼，三十五岁了后，恁啊，三十五岁以前，三十岁左右恁啊无结婚，到三十五岁了后，差不多无啥结婚了，有也好，无也好。所以咱伫遮，咱遮比较进来是差不多要带伫引导，所以因的不管台咱这队的青年人，当咱上音去的时，像遐这有祈祷上音，大家的祈祷的是少年人对祈祷，然后咱有一群青年人伫外口，会去当年拜托你的子孙尽量拢互伊伫教会团结联络，伫伊的信仰伫伫成长，然后怎伫伫落去，咱这个时，咱来感恩主吼，对咱的心扉感恩，咱三个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这个时用欢喜的心，要亲近这群青年人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要去到伫人来的所在，伫汉堡、伫黄金、伫富贵伊个遐，有真多真多的需要，真多人也毋捌听到上帝听音。这个世间有时会计算是偌好，因也毋知影。那关于你甲这个青年人三同在，甲因的辅导，甲即群的这个leaders 三个斗阵，
愿因大家人同心合意，因大家人三地祈祷三合作，然后予人看见讲，台湾的青年人，台湾的少年一代，也过会晓讲台湾话，也过会当三甲伫遮伫学伫暑假，大家人天气遮尼热，然后因会当伫遐唱歌，将欢喜的歌声传到伫社区的中间，或者少年人，或者少年的朋友，甚至阿公阿妈听着，然后心一个希望讲，即群人是啥物人，然后伊也来亲近。然后受吸引来听讲，上帝疼恁遮个囡仔，上帝疼恁个孙，上帝疼这个社区，愿这个社区因有基督的救恩甲疼痛，这个社区变得更安定、更圣洁、更为神所喜悦。上帝啊，恳求你的脸充满他们，祝福他们，让他们身体健康，让他们心灵充满平安跟感恩的心，做一切美好的工作。底下老遇到什么代志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往正面思想。遇到什么困难，每一个人都用感恩的心祷告，然后去，我们会看见上帝在那里转化所有的一切，让所有不顺遂的、所有的困难，后来变成美好的祝福跟感恩的眼泪。愿你一面前的祈祷，愿你听，告诉耶稣的名。来过去拜个爸爸妈妈，谢谢。OK， 把这样的爱，把这样的热情传承下去，给那些的笑脸人。明天之后。